两个队能比得过咱啊？就不说你们了，就我这技术，谁能比得过我啊？想要挑战我，先把咱们宿舍电子锁破解再说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根本就没有遇到过对手。给我下点肉啊！下点肉。哦，好。安娜，找陪练呢？哦，今天下午篮球馆见。不是，我说小姐姐，你搞什么鬼啊？黄眼杯又不比篮球。篮球赛能够迅速凝聚一个团体，锻炼协同能力，这个你都不懂，啥也不是。说的挺有道理的。嗯嗯，说的也是。安娜怎么进来的？嗯，哎，他们来了，来了，走吧。哎呦，安娜，搞什么啊？这就是你找的陪练啊？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安娜，华远杯女校成员，这些都是我的队友，怎么样？打还是不打呀？打呀，虽然感觉有点欺负你们，但是你都这么说了，打打看吧。好。那个，这个球怎么打？不是吧？这咋了？这是啊，上山打猎碰着猛兽了？对，就是那些猛兽。爹，你是不知道。云山，别动，把球给我，快！防守。别说我们欺负男孩啊。